前片从这个地方到这边整个跟后片完全一样，只是这一段只106行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106行了，然后我们就要来收这个衣领。那我们这边肩膀的衣领我们要留多少呢？我们肩膀这边是30针，但是这边收要收掉13针，所以我们要织的话要从这边先织过来织43针。好，从这个地方织过来织43针，然后才能留中间的这一边的15针。我们先织过来织那个43针。好，就从这边开始造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然后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，这边三针并一针，好，二七，然后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。我这边还没有收，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。好，然后我们从中间这边拿15针下来，准备一个这个小别针就行了。好，我们拿15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这边我们把它别着放着不管它，这边我们也要算一下，这边也要43针，五、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五、三十、三五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。好，这边左边43针我们先不管它，搁着。我们先把右边的这边织掉，右边的话这边是2-3，要减两次，也就是套收三针的要套收两次。那套收的话我们一定是在背面套收。好，我们一开始织第一针，再织第二针，第一针套过来一针，再套第二针两针，再套一针三针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边织完，正面也织完，再到背面我们再来做第二次的套收。我们这边已经织到接近衣领的位置了，然后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到背面织完这几针到背面，然后我们再做收三针的，就是两行收三针的第二次收针。好，我们这边织掉，然后到背面，到背面我们做第二次的那个三针的套收，第一针织掉。好，先绕到正面，我们同样做下针套收，这样会比较方便。好，织第二针，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一针，再织一针，再套两针，再织一针，再套三针。好，先绕回背面，然后我们把背面这一行，正面这一行织完，再到背面的时候我们再做两针的套收。我们把这边现在的这一行跟正面的那一行织完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接近衣领这边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。好，这边最后的，好，这一针织掉，然后到背面，到背面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两针的套收。好，同样第一针织掉，先绕到正面去，然后织第二针，把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，再织一针，再套。好，线，然后接着我们就照样看花样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就照织。我们同样把
现在这一行织完跟背面这一行织完，再到背面这边我们再做第二次的套收，因为我们两针的套收要套两次，因为已经织到接近衣领的位置了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。好，这边空针，这边上针，我们照样织掉，然后到背面我们再做第二次的套收，就是二减二的套收。好，到背面这边来，同样我们第一针织掉，再织第二针，然后把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，再织一针，再套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一行织完，织到正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做二减一减三次的减针。我们这边已经快要织到衣领的位置了，好，我们这边要做收针。那我们这边不位置不那个针数不够收了，我们这边只要织半的话就行了，因为这边放一针，我们这边就只要收掉一针就好了，就是又收针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织过来，织到边上这边，好，这边最后的两针我们就用 左收针，要二减一减一次。好，我们就用新手的方法好了，挑一针织后面这一针，然后把前面这一针像套收一样套过去。好，这一针织掉，背面织完再到正面，我们再来做一次收针。我们先把这边织掉，背面这边织掉，再织到正面。我们这边又快要织到衣领边上了，我们先绕到前面来空针，然后织一针，这边两针并一针就好了。好，然后织一针，再织一针，这边最后两针倒数第二针第三针我们收掉，同样挑一针织，然后把前面这一针套收一样套过去。好，这边织掉，然后我们背面再织掉，再织到正面，再来做一次收针。我们这边已经织到衣领这边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，同样这边可以织半朵花，我们就织半朵。好，然后织一针，最后倒数第二针第三针要收掉，挑一针再织一针，前面这一针套收过来。好，最后一针织掉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从背面算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等于要织九行，本来要八行，因为我们二减一的有提早一行收针，所以我们要织九行。我们把九行织完，肩膀就完工。我们先织完这边九行。我们这边是右边肩膀的最后一行。好，我们这边最后一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，这边，然后我们把线剪掉。这边是靠肩膀这边，大家要养成一种习惯，靠衣领这边的线我们剪短一点，靠肩膀这边的线要剪长一点。那这边是肩膀 的那个线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剪长一点，大概剪的话我们留个两根半的棒针长。好，一根两根，两根半这么长也就够了，30 30 60大概75到80公分。好，我们把它剪断掉，然后接着我们这边就先放着，这一边先放着，我们把左边的肩膀这边织完，然后再把前后片合并。好，这边同样用挂线的，我们这边挂线这边的话是到背面收那个三针的，我们这边可以一开始就收，也可以织到织两行之后下一行收。那我的习惯是现在就收掉。好，然后把这个断叉留在最后面，也就是最后我们这边刚刚有一行断叉，所以这边会织成九行。那我们同样把它留在这一边的那个最后，然后在最后的地方补。好，我们这边线拿来挂线，我们直接第一针我们就照织下针的周针，第一针织掉，然后织第二针，把第一针套在第二针上面，然后接着我们把这条短线拿过来放到长线上面，这边的长线上面。好，然后再织第二针，然后再套收，这是第二次套收，再织一针再套收，就三针套收。这边还没有到做那个麻花，而且也待会也没有办法做，因为这边一针我们已经套收掉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织下针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同样织，看到花的地方同样要织花，然后织完了之后背面织一行，
再到正面，我们再来做一次三针的套收。我们这边是背面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衣领这边，我们再来做第二次的套收。好，到正面这边来了，我们同样一开始，我们刚刚这边套收掉三针，我们现在也要再套收一次三针的，织一针，再织第二针，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，再织一针，再套两针，再织一针，再套三针。好，同样我们这一行织完背面，这边织完背面也织完，再到正面我们再做两针的套收。我们先把这边正面跟背面的织完，我们这边是背面的最后几针。好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我们再来做二减二的套收。好，这边同样我们有花的地方我们还是一样照样要织花。好，这边最后三针织掉。好，到正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二减二的套收。我们这边三针三针，二减二的要减两次。好，我们这边第一次的减针，织第一针，然后再织第二针，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，再织一针，然后再套就两针了。好，然后接着同样我们把正面这一行背面的一行两行织完，然后再来做第二次的二减二的套收。我们先把这边两行织完，我们这边是背面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背面这边最后几针织掉。好，这边同样看到的是上针，我们就照织上针，这边下针，这边是中间那个花纹的桂花的那种花纹。好，最后一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来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已经三针三针，这边两针，所以还要再做一次二减二的套收，再套一次。好，我们把第一针织掉，先绕到背面去织，再织第二针，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，再织一针，再套两针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同样把正面这边织掉，背面织掉，到正面这边来，我们再来做二减一的减针。我们把这两行先织完，当然看到有花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花来的，我们要继续做花。好，我们把这边先织完，我们这边是背面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的时候我们要来做二减一的，要减三次，这边织掉，然后这一针，然后到正面，到正面我们这边开始第一针织掉，线绕到背面去，我们这边就要做二减一的了。好，我们就用右收针两针一起织。好，我们这边不要去做再做花了，因为这边的话再做这边是空花，会妨碍到这边收针下面的，所以我们只要织半朵花就好了，这边我们就织下针，这样就行了。好，这边织下针，我们这边到照样，我们同样就做左收针，左边的那个左收针收掉，然后织第一针第二针空针。好，我们就把这边这一行织完，背面织完，再到正面我们再来做二减一的收针，最后的几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。好，我们做第二次的减针。好，第一针织掉，第二针第三针右收针两针一起织，这是第二次的二减一。好，我们同样这边没办法做花，我们就做半朵。好，这边，然后我们同样把正面这一行背面的一行织完，然后再到正面再做第三次的二减一。我们这边也是背面最后一行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再做第三次的二减一。好，到正面同样把第一针织掉，第二针第三针右收针一起收掉。好，这边不够做花我们就不要做花，然后接着我们就是从这一那个背面开始算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同样是九行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二减一它剪完之后会有一行，所以会有九行。我们把这边的九行织完，然后我们再来合并前后身的衣服，
我们这边是左侧肩膀的最后一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。好，这边我们要织的是上针，然后正面就会是下针。好，最后一针织掉，然后织掉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织掉之后圆领会是这种样子的。好，那这种衣服记得大家织好的时候一定要熨烫一下。接着我们就要把刚刚织的这一条线剪短剪掉，不用剪太长，因为它靠近衣领这边，所以剪短短的够打结，这样就行了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把前片跟后片合并。好，我们前片后片在这边，我们拿过来的时候记得这边是正面，我们前片的也是正面，要正面对正面。好，我们这样看可以，我们看到的都是背面，可以看到正面对着正面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把它合并起来，合并起来的话我们把这边小筛子拿掉。好，这边我们预先有留一条长线，我们把长线打开，然后我们把前后片放在一起，肩膀的部分前后片放在一起，这边是正面，这边是那个前片的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后片的。好，这边是短线不管它，然后我们从这边开始，前面一针后面一针，好，两根棒针的一起织掉，然后退下来两针，然后接着在前一针后一针两针一起织，然后同样退下来，然后用我们的左边这边的棒针随便拿一根，把前面的这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，就套收掉了，然后再来前一针后一针两针一起织，然后套收，前一针后一针一起织，然后套收，前一针后一针一起织，套收。好，再来前一针后一针两针一起织。好，然后接着套收，前一针后一针一起织，套收。我们整行都是这样，左边也是，这边另外这边也是同样的做法。好，我们把这一行套收完毕。我们这边已经是最后几针了，我们继续把它做完，前一针后一针一起织，然后套收，前一针后一针一起织，套收。好，最后的两针前一针后一针一起织，然后套收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前一针后一针一起织，然后套收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最后一针就像织下针一样，然后把整条线抽出来，这样就行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打个结，然后把线藏在这一条缝的中间，两边的做法都一样。好，这边用这种缝毛衣的针穿上，然后在这一条缝上面往回走几针打结。好，这样就结束。另外那边的做法也一样，跟这边一样。好，这边我们就打结，这样就可以结束了。然后剪线，好，这一条线也一样，也是藏在这一条缝的中间。这条线也一样，我们把它藏在线的缝的中间。好，就在这边打结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把另外这一边的肩膀做完，做完之后教大家怎么收那个袖子。接好之后衣服会是这种样子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呢我们就把前后片都放在旁边放好，然后我们先来再接着就来教大家怎么织袖子。我们先前已经教大家怎么算袖子的，袖子的话我们起针46针到48针，那我起针起46针，那同样用8号针，8号针的话我们拿过来，46针的话大概是两根棒针多一点，那我们量三根棒针，因为我们多的话多出来的线用来缝合旁边这一边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算这边2 4多算一个棒针。
好，稍微留多留一点点半根棒针都无所谓，因为粗线的话起弹性圆边的话会比较费线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同样把手指打开，棒针压下去，食指往前转，然后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二步第三步，重复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好，再来一遍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再来一遍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我们就用这种方法起针，起46针，这边2 4 6 8 9 30 40 41 42 43 44 45 46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开始同样下针织，上针不织。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织，先绕到正面来，上针我们挑过来不织，直接放过去，然后线从前面绕到后面去，它会有一个横杠。好，不管它，这个下针织，然后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。好，我们这一行正面的跟背面的都同样，下针要织，上针不织，要织两行。我们先把这两行织完再来改针。我们这边是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第二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再来改针。好，这边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最后一针上针不织。好，然后过来这边到正面这边开始第三行，下针要织，好，线绕到前面来，上针也要织，然后下针织，上针织。我们从现在开始下针上针都要织，总共要织18行，包括前面刚刚两行下针织上针不织的这个螺纹的行数，总共18行。我们先把18行织完再来做分散加针。我们衣服螺纹这边的18行已经织完了，也就是这一段的，好，18行我们已经织完了。织完了接着我们就要开始织袖子这边的主体部分。那这边主体部分我们前面算针有算，它要变成55针，55针的话等于是要分散加针加9针。那我们加针的算针呢，就那个分散的算法就是46除上9就是59 45，它剩一针，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有10个那个间距哈，所以变成了我们头尾是3针，中间是5针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边加针加出来的位置先定出来。那我们定的位置的话，就前面3针这个地方要加1针。好，然后再算5针，2 4 5加1针这边，然后再来5针这个地方加1针。好，然后再来5针这边。好，再来再往后挪5针。好，这边也是3针2针5针。好，然后再往后面挪3针2针，这边5针再加1针，这边3针2针5针。好，再来3针2针5针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头尾各3针，可以算得出来加针的针数1 2 3 4 5 6 7 8 9，刚好就是我们这边分散加针。然后同时我们要换掉棒针，换成10号的棒针。那衣服上的花纹我们要把它定出来，我们这边已经先算出来11针。好，从这边开始1 2 3，这边要加针的就4 5 6 7 8
九、十，好，十一，然后接着我们这边绿色的是三针的，好，先绕到正面来，上针，好，先绕到背面，下针，好，再绕到正面，上针，接下来绿的中间这边有麻花，麻花是六针，好，我们先绕到背面去，一针，两针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好，然后现在绕回正面，又是这个绿色的三针了，一，这边应该是下针，但是因为它加针，我们用空针绕到前面来，让它变成一个空针，然后待会到背面我们再补这一针，好，这一针过来是上针，好，这就是绿色的这一个这一条的位置，然后接着是九针，九针是空针那个空花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要算九针，那这边因为算是定位，所以织的话就织九针下针，就开始一二三四，这边要加针，五六七八九，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先绕到正面来，这边是三针的，好，这边一针上针，然后接着下针，接着又是上针，我们线直接从后面拉到前面来织上针，同样这一针中间的下针我们会织到空花的空针，我们待会在背面补，好，线绕到背面去，然后六针下针，因为是中间这边的麻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接着最后的这边的那个三针，好，先绕到正面来，上针，先绕回背面，下针，然后再绕回正面，上针，先绕到背面，接着我们这边是十一针，好，就一针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好，我们的花纹就定位就好了，好，然后接着我背面同样换掉，我们同样那个刚刚加针的位置的是空针，我们要把它补掉，好，我们这边开始，这边旁边是下针，我们就照织上针，一二三，这边空针我们要补，用扭针补掉，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这边也是十十一，好，先绕到正面去，这边是绿色的背面，一二三，先绕回背面，然后接着是六针麻花，一，好，我们这边要做扭针的，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先绕到正面去，这边又是绿色的位置，一上针，正面是上针，这个正面也是上针，我们就直接做扭针直下针，正面就会上针，好，再来一针三针，先绕回背面，中间的这边的是九针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边空针我们要做扭针，五六七八九，好，线绕到正面，这边又是三针，这边绿色的，好，这个上针，这边针前面也是上针，我们就织下针，这一针也是一样三针，好，先绕回背面，这边接着是六针麻花的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边空针我们要补掉，补成扭针，五六，好，然后先绕到正面去，这边是这一个的绿色的，好，上针一针两针三针，先绕回背面，这边接着就是这边的十一针，
正面下针一，扭针我们要做空，那个空针我们要做扭针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这边也是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十一，我们袖子的花纹就定位就完工了。然后接着就照这种花纹往上织，我们这边呢还要再织两行，然后才能做四加一的，好，叫做八次。我们先把两行织完，再来教大家怎么加这边的旁边的加针。